你是达悟族哈？对啊，兰屿嘛哈，老家。你问哪一个村？哪一个村？东青村的人啊。哦，东青哈、哦。太阳从东边出来叫东青村。OK、哦。那我先问你们政治标记那个你们的飞鱼怎么讲？阿里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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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那个海怎么讲？海你要想那么久，一上一上、嗯，海浪呢？嗯，都一样，因为那个哎，那你们很会潜水哦，潜水怎么讲？小挂袋子。Mundo ranum， ranum 是水，嗯、水好。那个船呢？你们有船很漂亮。大大啦，大大啦，啥路？划船怎么讲 ？Mangawut， Mangawut。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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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那个船桨怎么讲？沙威拉，沙威拉，卡卡乌，这个哈、哦。那你们前面那个是太阳的，像眼睛那个是太阳的。那个是那个圆圈。马丹诺刀嘟嘟啊，就是神的眼睛，就是以前老人家哦，雕刻的时候，他们就是出海，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出海平安哦，所以他们就这样啊、哦，保护。那個、雕刻怎么讲？米瓦德，米瓦德。那个。你说那个祖灵啦、啊，神明要保护你们，那个保护怎么讲？保护阿布拉丹，阿布拉丹穆亚门，阿布拉丹穆亚门就是我们啊，亚门啊，阿布拉丹就是保护、保庇的意思。那你们那个晒鱼干的鱼干怎么讲？就是晒过那个鱼干。鱼干也是像我们讲熏肉或腌肉，你们那个鱼干怎么讲？鱼干就是等我一下、啊，我先拍一下木鱼，等我一下。鱼干就是，马。你要不要先调音一下？等一下。吴大师比比。哦，对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比比，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哦、啊不，他的老婆叫比比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比比哎，吴大师比比。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比比。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鱼竿就是阿里棒棒吧？啊，也是鱼的意思。好，那个。麦吉达阿里棒棒，麦吉达阿木。阿木，都我们都大部分统称就叫阿木，不管你晒干不晒干，都一样。好，那你们那个会有很厉害的那个山羊哦，会爬墙壁的。哦，那个格令啊，格令，格令，威旺，格令，哎，威旺，比纳任比较大只的公羊叫比纳任，比纳任，格令就是一般的那个不管公的母的都一样，肯定。那个放船的那个屋子怎么讲？你们？达马利格。达马利。船棚嘛。嗯。哦，那个不是屋，叫应该是棚，搭个棚的意思。好，那你们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丁字裤怎么讲？等级。等级。哎，就是类似那个丁字裤，日本的丁字裤。嗯。等级。那我直接跳健康教育咯。啊，如果男生那个老二怎么讲？老二不列令，很多种称呼啊，有几种？不列令，七七，七七。Hello， 你是游民啊？一碗投手，游民。那是生命的意思。
时就变比比是你的了。这怎么念？五大十比比？怎么念？五十大比比？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你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波波手。德玛希布布苏，好，蛮快说罢了，谢谢啊。对，还有呢？还有那个什么，考完叫乌杜。乌杜。啊，考完。那个踢球怎么讲？啊？踢球，搏起。哦，搏起，马卡维。马卡维。哦。那个。马卡维就是火起来的意思。那如果射精怎么讲？射精，就是喷出来。我们就压布啊布，我们就没有这个。那个精子怎么讲？男生白白的那个精子，女生是乌努乌努努乌努努，乌努努。那如果男生那个怕秋千，国中课本写自慰，那个怎么讲？那个我们有啊，就是这样，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精。好，那个下次我没有那个词汇，没有那个，一定有。有时候叫女朋友老婆帮忙。好了，好。好，再。你说那个安全性行为，性行为就是做爱，做爱怎么讲？米拉嘛，米拉嘛，很痛呢，啊，很痛。啊，没有，有时候跑步跌倒很痛啊。那这样啊？没有那个字吗？米拉嘛，米拉嘛，亚米恩，米恩。那你刚刚说那个很爽很舒服怎么讲？那个就没有，亚比亚，亚比亚。哦，压逼啊！好，那个妈妈那个乳房要喂奶，乳房怎么讲？乳房叔叔。啊，叔叔。叔叔。哦，阿美族叫祖祖哈。啊。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那个黏在一起，那个交配怎么讲？哇！你这我对呀、啊。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大嘎丢罗罗，马嘎丢罗罗，马嘎是大嘎，马嘎，在香贝叫做马嘎丢罗罗，马嘎丢罗罗，啊，是吗？在香贝叫做马嘎丢罗罗，马嘎丢罗罗，啊，是吗？在香贝叫做马嘎丢罗罗，马嘎丢罗罗。啊，是吗？马卡基斯巴拉呀，马卡基斯巴，马卡基斯巴，交配来交配，哦，马卡基斯巴斯巴，那如果那个蝴蝶，打爆了，马卡基斯巴拉呀，马卡基斯巴，马卡基斯巴，交配来交配，哦。马卡基斯巴斯巴，那如果那个蝴蝶打爆了，公的跟母的怎么讲？公狗跟母狗怎么讲啊？Kina kama kama bato. Kina. Kina kina 就是母的。Kina kina 是母的。kama kama 就是公的。Kama kama. Bato 就是狗。哦。Kina kina 就是母的。Kina kina 是母的。kama kama 就是公的。Kama kama. Bato 就是狗。哦。Kina kina 就是母的。Kina kina 是母的。kama kama 就是公的。Kama kama. Bato 就是狗。哦。叔叔，你们的跟那个好像布农话比较像。好，那个什么，吸奶怎么讲？婴儿要吸奶，贾乃林。那个吸怎么讲？吸亚布。亚布。你是就是吸，但是不是属于吸奶、吸乳房的意思？他们阿美族叫米兹兹。米兹兹。哦，米兹兹，我们也差不多啊。哦。是半，好，那个苏木树，苏木树，西奶，
童真我们叫苏木树，啊苏树的话就是单纯就是乳房的意思，苏树，苏木树，苏木树是西南，对，那那个，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哦，香蕉很大。Inak banana nyo bumbung masal kau nung. Oh, masal kau nung. Oh, masal.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我操。Inak banana nyo bumbung madai. Madai, madai, madai. 那有的太熟了。我先生的香蕉，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啊，madau buna inak banana nyo bumbung madai pokin. Yay! 哎呀。哎呀，哎呀，那个阴毛怎么讲 ？Lamit， Lamit， Lamit， 那那个女生帮男朋友吹喇叭怎么讲？啵啵啵啵。哎，哇，谢谢。那个没有没有那个。吹怎么讲？像你们在。Avutan。Avutan。那个老了。那个老。但是吹跟那个。没有，可以那个，可以技巧翻译。那就算了啦。技巧翻译转的话哦。吃怎么讲？如果说吃懒觉，女生帮男生是吃懒觉。那个我们就吃怎么讲？吃饭怎么讲？那个吃怎么讲？叫外来。嘎姑闷，姑闷，这个我姑闷也不能说叫他吃啊，吃是真的吃。这个我的。哎，我的嘞？嗯，俺不知道啊。书包里面的，好了，啊，再三个，再三个，回家了，完了，好了，好了，不要再拍了了，我等一下，我很累，我要介绍一下，等一下介绍你的那个达悟族语，达悟族语介绍一下。西玛那那玛恩，西那玛玛阿恩，你有没有乱念？你不要故意乱念哦，你就乱念哦，你看就知道有人乱念。你是在？那么，这蓝语看得到哦。哎哎，不要乱讲。国语名字，快点，我要打关键字才能打国语。你不要给他们看哦，否则我。你要比诸葛亮更活泼，才能救活那个达悟语啊！哎，让台湾2300你我他，呀，等一下，更我你一木，他们他希腊一样，单人称呀更一木一样，啊，如果说复数人称，我们你们他们。呀闷，就是我们。我再问两个，唱你刚刚你会唱歌，唱歌怎么讲？年完努乌。年完努乌。年完努乌。乌。那就搞也很厉害，怎么讲？哇呀马顿呢？呀马顿呢？嗯，呀马顿呢？再念拉长音，念慢一点。呀马顿呢？呀巴呀马。呀马顿呢？呀马顿呢？哎，对。哦。臭屁！你是你摸摸我啊！意思都是不屑一顾的意思。那嚣掰怎么讲？那个嚣张啊，就是这个有意思，就是感觉上对这个人
你很嚣张。这个，你妈把我回去要木干嘛？你那么骂我？哪那么长？那个诸葛亮就是骂人的意思。诸葛亮会用那个问候的话，半开玩笑。你妈妈好，你娘卡后怎么讲？你的妈妈好怎么讲？哦、你别信那么。好，那个靠腰吼，跟那底的靠腰，哭肚子饿怎么翻？如果说是用就趣味翻译叫哭手就好了。啊，哭肚子饿。哦，哭手一下哦。嗯。阿甘舒布。啊。阿甘舒布。好，那个有的讲我们讲靠腰，你肚子饿。那个。说你听到了，你吃大便吧。那个哭爸爸怎么讲？就是靠背，哭爸爸。妈老我什么无疑。妈老我什么无疑。你慢一点，我学一次，你慢一点。你妈拉克什么无疑。你妈拉克的呀。你妈拉克。干脆你去死一死。啊。是怎么讲？怎么用？考这样这样考试啊？哦，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哦。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 ？You Q one cookie， 第二次，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You Q one cookie，You Q one cookie，You Q one cookie， 哎，哦，非常。抠鼻，啊，好了，嘴巴的怎么？嘴巴的怎么？嘴巴是这样，这样，然后有一次有时候这样，不要乱讲啊，意思。再多一点，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更灵活的吗？这样吗？对。哎呀，前戏舔逼哈，舔那个不给，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Me nuts nuts to 不给啊 ？Me nuts nuts to 不给 ？Me nuts nuts to 不给？哎。哦。好了啦，差不多了啦。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再放在脸部上面。比脸部的考试这样。嗯。你怎么那么强？傻笑啦！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子。你应该是国宝级的。我刷牙都用牙，我刷牙都用舌头。那个 A 点，我说刚刚问什么，我刚忘记哦。这个是创意题，那个创意题哦。对。现在电视上的广告，我们是稍微枯熟。没关系，像现在很多流行用语，小三也不是正规的。没有。那个电视上的广告 ，Seven 有卖的那个产品叫保险套，你会怎么翻？答物语，你会怎么翻？保险套，你会怎么翻？他就听得懂。哦。沙沙公路吉吉。沙沙公路吉吉。No。沙沙公路是什么？沙沙公路就是雨。哦，那你们的衣服怎么讲？衣服哦，大丽丽，大丽丽，几件也可以吗？不行啊，就是那个难道那个几件懒觉的懒觉的衣服意思啊？对了，沙贡沙沙贡木几件啊？沙沙贡沙沙贡，那是古手的话语而已啊，不是正确的了。那跳起来怎么讲？跳起来，青蛙会跳，那个跳怎么讲？啊，鲁木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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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炮友怎么翻？乌拉拉木恩。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侠，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Hello， 你是游民啊？一碗投手，游民。那是生命的意思。你是生命啊！五大师这边土地是你的。这怎么念？五大十比比，怎么念？五十大比比。蛋怎么讲？蛋鸡，蛋哦，有嘴，冷木盾有嘴，就跳蛋，就是那个放在女生里面的那个啊，就是可以。冷木盾，冷木盾啊，有嘴，有嘴哈，好，那个什么假的怎么讲？马勒斯，亚马勒斯，亚就是现在形容，现在形容词，
马勒斯就是亚马勒斯，亚马勒斯就是现在进行式。那你说洋句怎么讲啊？洋句，你刚刚说那个屌怎么讲？亚马勒斯吉吉，亚马勒斯吉吉就是洋假洋句，就是。哎呀，哦，吉吉。马勒斯吉吉，亚马勒斯吉吉。那个吉吉就跟国语那个吉吉很像哈、哦。吉吉，吉吉。你妈没有告诉你妈，这快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这快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妈。哦，来好，好了，好，唱歌了。等一下，等一下，好，我有国语名字，我打关键字，国语名字会。徐彩兰。人不要念，不要念人家的，你真的是。你念我的名字干什么东西的？啊，不是你亲戚才查得到，快点。不要来了，好了，我。那个蓝宇的名字再给我一次，蓝宇的名字，打我嘴，不要乱念。夏拉胡苏吉吉，来念慢一点，再次。夏拉胡苏吉吉，夏拉胡苏吉吉，夏拉胡苏，胡苏吉吉，加夏拉胡苏吉吉吉，好。那下次要拍第二集哦。好了好了，好。My was a little pre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 snow. 好的，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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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But of my brother, that's a in the know. Couldn't be back home. Oh, when the scar and bone getting ruddy, you can see very much cotton in the know. Couldn't be back home.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bout my brother, Texas, in the home. Couldn't be back home. Ah, 厉害厉害。你是超级棒。歌名叫什么 ？Cotton View， 美国黑人民谣，棉花田。嗯，都是自学吗？还是有上有人教？啊？自己学吉他吗？那吉他是你自己学还是有人教？自己听音乐啊。然后高中的时候学那个吉他学很快。你高中念哪一间学校？台中高中，台中高中，那功课很好呢，那英文很好咯，还可以了，不是说那么好了，最起码。那有念大学吗？啊？有念大学吗？你念之前有保送。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可能是那种也很嗨的那一种。哪一种很嗨？什么叫很嗨的工作？很嗨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喝酒然后很嗨的那种的。哦。还是被拍吧。哦。想当那个大饭店的老板娘哈？那你呢？啊？你要想做什么工作？我应该是 pub 的。什么工作 ？pub 很多啊。喝酒啊，台上喝吧，原住民。你会喝酒吗？会啊。几岁就会喝了？这个不能讲，从小就要练，从小开始练习。我们现在要去，你知道国小吗？一生出来的时候。哦，一生出来。对对对。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你是酒精宝宝吗？对，酒精宝宝。家里面没有钱，就
OK。本来保送，保送两间学校。高雄医学院啊。啊，那么好的学校也不念了、哦。他、啊、就没有钱了、啊，怎么读书？那个助学贷款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资讯那么多。哦。但是那个时候七十几年，电脑啊、网络甚至都还没有开、开通的，纯粹是电脑教学而已。哦，啊，再一首，再一首，换。好，我休息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喂，喂，喂。不忙不迷来耶耶，不忙不忙不迷来耶。大佬，不忙不忙不迷来耶。你是超级棒！汪汪汪，那只狗；喵喵喵，那只猫。阿卡玛迪瑞，阿卡玛迪瑞，咯咯咯咯。这是安定的哦。那布农族名字叫什么？哎呀 ，Habis， Ha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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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对啊，我都写了，你猜。Hello， 你是游民啊？远投手，游民。那是生命的意思。你是生命啊，五大十四天土地是你的。这怎么念？五大十比比，怎么念？五十大比比。是阿美族的歌吗？对，阿美族。哦，那歌词在唱什么？那个说，那个一只猫，一只猫在那边，它一直抓来抓去，抓呀。你说猫跟狗在谈情说爱吗？哎，也不是。它在那边摔跤。啊。那边有一只猫，一只狗。那个低调啊 ，DFC7 三种语言，三种。好，这个 A， 表现。哦，表现好了。你那么快？这个对。然后阿姆乖吗？再去偷拍一张。是吗？啊，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然后上传以后，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啊，那个字是你写的吗？还是不是写我？应该不是。别人写你的，啊，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你拍了影片，然后说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什么鬼？那跟影片有关系吗？你做的啊？两边夹就是另外的事情。你是不是教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吗？是我频道怎么了吗？所以频道是你的，影片是你上传的，那影片是你做的吗？你现在有什么事情？就是为什么叫乱报道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啊？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你一个录影看是不是？我有在录影啊，为了什么事情？你这样弄对吗？为了什么事情？你只是讲说为了什么事情，这样对了吗？你这样对吗？这些是干嘛？你想看闹什么？在我们这里是干嘛？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为了什么事情？
不要假信息了，好不好？不要在我们村头出现了。我等下回来，我看到你看看，你可以试试看哈。玩笑。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吗？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吗？